我是这样啊，我这个我第一次吃咱们大连的炒焖子，是吧？您尝尝，您得给我介绍介绍。这焖子，这个调料啊，包括怎么个吃法，焖子是不放点麻酱，您有的有人喜欢吃辣酱，是不是还可以放辣酱？完了之后还有蒜酱调料，对对对，完了有酱油调料。如果你喜欢吃辣子的话，还可以放点辣椒。我觉得啊，今天吃他们的炒焖子不过瘾，我们想尝尝您亲自给我们炒的家乡味是什么样的。 好吧，就炒这个也并不难。来来来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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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麻酱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酱油。再教主持人一句，大连话叫青酱，青酱，青酱，青酱。啊，青酱就酱。大连话叫闷了，闷了。闷起来不能把这个紫字说出来。闷了。
焖了，对，焖了，焖的，哎，吃一碗焖了，焖的，对，焖了，焖了，焖了，把籽，把没有籽，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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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尝一口啊，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嗯，我就来一点就行了，好，焖了，今天。啊，焖了可以哈，我也来点麻酱来。尝一下，好，家乡的对，香南老师出品大连焖的，对我炒了几下而已哦，来，怎么样？嗯，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，是吧？嗯，好吃，怎么说？大连话这就焖了绝了。太好吃了，写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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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写手写手的，写好吃，这写好，这焖的写手写手的，写瘦，对不对？写瘦，写瘦写瘦的，真的是离了大连在哪儿都吃不到的味道。对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南哥吃了焖的，是不是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了？那么我们这个辽宁，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到辽宁来，我的家乡大连也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到大连来旅游。我们所有辽宁人为全国的朋友们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春快乐，新春快乐，过年好。